直接把这个台阶放到这个槽里面去就可以了，看见没有？然后再把它这里捏住，再把它扭紧。扭紧就 OK 了，扭紧了之后把刀上下抬一下，看扭紧了没有。如果说这个刀还能抬得动，就说明这个环呢、扭的时候刚好这个槽刚好对准这个它那个刀的它那个它这里面的对准它刀的这里，对准它刀的这个地方，这个台阶这里，所以它能活得动，活动得了，明白吧？然后上刀片，用刀上刀片，拿一个内六角扳手，把它的螺丝松掉。气动刀啊，这是，然后再把刀片刀刃朝这边，然后把螺丝扭紧，螺丝扭紧，它刀刃朝着这个螺丝，有螺丝的这边，离得近的，你看它这个刀的中心，你看它这个刀的中心，离这边很近，离这边远，你看见没有？看出来没有？然后刀口就朝这边就行了。刀口朝这边就可以了，然后气动刀再插上气管，这上面插上个气管就可以了。